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收到的礼物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吧。先收到了卡诗的这个，看看是什么呢？ OK， 啊，这红色真的很有新年份，这好漂亮，你看，小兔子的护发油。不过我确实是最近的发质不太好，护发油简直就是雪中送炭，雪中送炭。我最近在用卡诗的那个粉色瓶子的，红色瓶子的，跟我现在身上的红衣服也很搭。一打红包，好好看的红包。来看一下下一个哦，这个可是很特别了，这个很厉害，这是小红书送给我的，我要看看是什么。天哪，这个礼物包装很有气氛哦，是一个包包，这个包包一摸很暖和，有点像俄罗斯套娃，里面一层又一层。小兔子，这个好可爱啊，可以摆在家里。小毯子，很舒服的珊瑚绒的小毯子。一个这个质感就是皮子里面充了点棉，然后这是一个小本子。红包啊，今年我要老朱送红包，也行也行，挺好。这个好看，小兔子红包没了。一个小背包，哎，再来下面的地图。宝格丽也是红色，红色卡片，粉色的好好看。身体乳，我最近对身体乳中毒，超爱身体乳，每天狂涂身体乳。这个是女士淡香香水，好漂亮。最后一个是这个华伦天奴的心理盒，好好看。这个应该也是红包，天哪，这红包都做得太好看了。什么很好看的贴纸，好好看。它这个是一个小口红，让我们打开看一下，很好看的高光。然后它这是有一个小链子的，就是可以当成小背包，这边可以挂起来的。口红，豆沙粉的口红，超好看。哇，这一季的这个粉色真的好好看哦。下一个香水。好啦，今天的礼物开箱就到这儿了，下次等我收到好看的礼物再分享给大家吧，拜拜。